久。你好厉害哦！谁是人中之龙？看鼻子猜政治人物，江启臣一猜一个准，难怪被说鼻子大心胸更大，但这考题却难倒谢龙介。龙介先生，你猜你是哪一个？妈蛋！哎呀，我看了年代，得看到特征才恍然大悟。还有人的照片，就算直接公布答案，还是会想，哎，这是哪位啊？是谁？是谁？就你两个月，这是谢龙介。你什么时候照的？六个月内。哦，那但是我们这两年真的很熟，没有什么变，没有什么变。拿出两年前的照片还情有可原，但国民党前秘书长李乾隆直接放上25岁的沙龙照，不仅模糊，还是黑白色的，全场大呼根本是照片吧。帅气。他如果没有头，哎。你看这个是谁？猫王啊！我大汉了，25岁，就跟你讲，你看这个，然后你再看龙介像，你就知道党务有多难的啦。一个鼻子梗也成为立委间的话题焦点。华新闻刘静、谢群众采访报道。Hello， 我是林仙怡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